会使用到的材料有钛钻粉、我们的三角海绵、圆口笔、粘钻胶、加固胶、鱼粉刷，还有金钻封尘。首先我们先使用粘钻胶做整面的涂布。那因为是要粘钛钻粉啊，它的粉啊不会太厚，所以我们的粘钻胶的量呢适度就好，然后记得每个地方啊都要涂刷到，尤其是边边角角的地方还有下缘。好，那记得不要涂太厚。首先我们会使用到三角海绵去做沾取粉的这个动作。